八大人国经一开头同我哋讲，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，假嘅唔系真嘅，何必要计较？何必要分别？何必要执着？点解唔学菩萨？菩萨一切随缘，你话好，佢同你岌下头；你话唔好，亦岌下头。到底系好定系唔好？佢亦同你岌下头。绝对唔会起心动念，绝对冇妄想分别执着，咁叫圣人啊！只有凡夫先会打妄想，先会起分别，先会起执着，自己搵苦嚟受啊！实际上冇呢回事，我哋一定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